请用两句话形容自己。闷骚，务实。请用一句话形容你在出境事务所的角色。闷骚。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？不服输。你的梦中情人是？乔韩森。最害怕什么？鱼。害怕的时候怎么办？不要吃它。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？回答了。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看电影。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？眼睛。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，最想做的一件事？回高雄找妈妈。请对 Family 以及出境事务所的粉丝和观众说句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邱生明，但是这一定要收看，谢谢。